来来来来来，压压压压，再来压啊！压压压压，哇！今天的运气太好了！！都压大呀！哎，那我就压个小啊，压小，哎，压小。哎，好，压小。辛大队长，这是您的衣服，您收好。哎，那里边真的是国宝吗？你们不会跟赵传奇一样是在骗我的吧？辛大队长，您说什么呀？我听不明白。行了，这儿又没外人，就别再跟我装了。赵传奇能让我到这里来提货，你肯定就是八路，都是自己人。别什么都防着我，辛大队长，这话可不能随便说，会死人的。我只是按您说的把衣服给您做好，至于您说的这些，我真听不明白。行，行，你就给我演吧。但是啊，别怪我没提醒你们，到时候老子要是见不着我喜欢的宝贝，你们休想把东西带出去。哼。起来了，我有篇稿子还没有写完，我现在有灵感了。吃饱了撑的，大晚上不睡觉写什么稿子？滚，还让不让我睡觉了？别影响我睡觉，到客厅写去。滚滚滚滚滚。我是梅西。什么？德国党卫军上校冯迪特里士。好的，我知道了。是的，帝国细菌专家
东条侯爷和冈村无耻已经在我这里等候他了。我知道。给我接敌国军部。我是小野尚武。我要的微波扫描仪什么时候给我送到太原来？好的，越快越好。别走啊！我说恩人呢，咱换换人吧，我实在哭不出来了。坚持一下吧，我们这些人不方便露面，而且你哭得比我们好听，啊？这还分什么好听难听啊？挨千刀的赵传奇，他怎么不来哭丧啊？坂田和美智子看来是真的混进我们根据地里去了。什么？一男一女，两个商人打扮，这不太像坂田的风格，他不会留活口的。所以我说他们一定是混进去了。既然坂田能乔装成商人，就一定会改变身份，再扮成其他的模样。至于留下活口，是为了迷惑根据地的同志，吸引他们的注意力。这可是一个危险的信号，一旦被日军打探出什么不利于我们的事情，那你、我、新平贵还有吕春明，很可能所有人都会暴露身份的。是啊。最近有没有听到有关布防图的线索？没有。小野似乎也是在等待坂田带回来的情报。你真能确定窃听器没有被鬼子发现？从他们的谈话中，我认为窃听器目前还是安全的。不想那么多了，兵来将挡，水来土屯吧，走一步算一步了。对了，你带着我接连在茶楼里都转悠好几天了，又不下手，再赌下去我连老本都要赔光了。还是赶快帮你完成任务吧，我急着要回到队伍上了，我受不了天天往那种地方跑。我们必须天天过去，因为你我平常很少去那里。我们一旦暗杀成功，特务就会向小野汇报，说你我刚好在出事那几天去过茶楼。这不是搬着石头砸自己的脚吗？可是总这么赌下去也不是个办法。我算是看出来了，我呢打鬼子行，至于跟鬼子玩骰子、打什么扑克牌，还有那些乌七八糟的，我可不是他们的对手。天天大把大把的换银票，看着我就心疼。不是我说，你都观察那么些天了，你想好怎么动手没有啊？还
还没有，不过我在想一个方法，能让任何人都不会怀疑到你我身上的。什么？嗯，要我说，咱能不能换个地方动手？你费这劲呢？我早就观察过了，这两个人除了司令部哪儿也不去，而且从司令部到茶楼全程有日军护送，路线又不利于我们行动，所以我们只能选择在茶楼下手。可是我身上所有的钱都输光了，那再要去你自己去啊，我可不去玩。哎，这可不像你赵传奇说出来的话，你不是说任何事情都不能输给鬼子的吗？怎么现在认输了？哎，你还别激我，你要是肯替我出钱，我明天晚上就把那些钱全部给你赢回来。行了行了，你就吹吧，我才不相信呢。你别把自己赔进去也就不错了。你给我钱吗？万一你输了呢？我赵传奇从此不睡觉，白天黑夜打鬼子。君子一言，驷马难追。这是你的。哎呀，我算是看出来二位不是手气好，而是这庄稼不敢让你们输啊。都这么多天了，二位是一路赢下去。哎呀，算了，不跟二位太君玩了，我认栽了啊。等等，你怎么知道我们是日本人？别以为我看不出来，二位自打进了这茶楼里就很少说话，而这茶楼里的几个庄家对谁都是横眉冷对，唯独对你们两位总是毕恭毕敬。二位不是太君，那又会是什么人呢？你认为这样不公平？那这位先生，你觉得你用什么能赢过我们呢？在这个茶楼里唯有一样我坚信两位太君赢不了，麻将。怎么样，我们中国最悠久的游戏，二位太君不敢跟我玩了吧？怕了是吧？你看看二位太君怕的都笑了。那就算了，不敢跟我玩，两位请便吧。啊，等等，我们两个人最擅长的就是麻将。太君请。六条，五条，九牌，胡了。这就是我等来的机会，两个小鬼子终于上套了，接下来我会把他们套得越来越深，当然是让他们先一路赢下去，他们越赢就越会放松警惕，不但可以观察到他们的习惯，还可以在牌桌上最终将小鬼子击败。赌徒就是这样，只要一沾了赌，等待他们的只有一个下场，那就是倾家荡产。而我要做的不光是这些，我要让小鬼子明白，属于我们中国的东西，小鬼子他们是永远也不会得到的。六条，胡安，胡了，我也胡了。哎呀，真是没有想到，我们中国人的游戏，二位太君居然也玩得这么得心应手，真是佩服。不不不不，
这个游戏不是你们中国人发明的，而是我们大日本帝国发明的。对，这都是我们大日本帝国的产物。不是，二位太君，这就不大好了吧？你们日本人要实事求是，你说你们霸占了我们中国人的土地，抢了中国人的东西，难道还要抢我们中国的文化不成？八哥，我说是我们的就是我们的。哎，好好好好，咱们不带急眼的啊。好好好好，这样吧，咱们再玩最后一把，谁赢了这最后一把牌，那这麻将就是谁发明的，怎么样？好，就这么说定了。好，君子一言，驷马难追啊。来，请来。不好意思，两位太君，东风暗杠啊。这运气开始好起来了，南风暗杠。哎呀，嘿，这运气一好，就是一发不可收拾。西风暗杠。我要抓一张啊！哎呀，运气太好了，北风暗杠。不好意思，两位太君，中风大四喜。上开花，两位太君，对不住了，今晚不但你们这桌面上和你们口袋里的钱是我的，还有这麻将也确定是我们中国人发明的无疑了，承让。哎呀，发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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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这回我们根据地可不缺钱买这个急需用品了。何记者，不好意思啊，我得兑现我的承诺，白天打鬼子，晚上还得睡大觉。咱也学学茶楼里的规矩，给你的小费。嗯，切，谁稀罕呢？哎，你老实告诉我，那把牌真的是你码出来的？这话说的，我当然是麻出来的。你以为我是麻神啊？这不都是你教我的手法吗？啊！没想到你学的倒还挺快啊。这点小费，少了点吧？哦，在这儿等着我呢。那可不行啊！这些都是我自己凭本事赢过来的，必须要给部队带回去。哎哎，你那些本金，我刚才可已经都还给你了啊！德行，当真了？还真把自己当根葱了。哎，行了，说正经的，你到底想好怎么动手没有？哦，我一直在观察他们两个人，他们从来不喝茶楼里的水，只喝自己酒壶里的，而且只有在他们最兴奋和最失望的时候才会喝。没错，最关键的一点是他们两个人共同使用一个酒壶。嗯，是的，我们就从这个酒壶下手。开！哎，我们就赢了！哎呦，来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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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买定离手啊，买定离手。哎呀，二位太君，看来这手气还是不错的啊。王曼德，你的手气也不错啊。哎呦，太君知道我的名字。哼，能够赢过我们的人，我们自然要调查他的底细了。不好意思，让两位太君见笑了。怎么，王大队长也想在这个游戏上碰碰运气？如果二位太君怕同样输给我，那我就不凑这个热闹了。不敢！你以为你自己是什么人？我怀疑上一次你是在洗牌的时候做了手脚。哎呀，太君这么说话可就太不应该了。不是你有什么证据这么说呀？在这里出老千，那可是要剁手剁脚的，对不对？哎，对对对，在这里出老千，那可是要剁手剁脚的。你们听听啊，听听，太君，愿赌服输，不能输急眼了就糟蹋人吧？这也太没有毒品了。你说什么？哎，既然王大队长这么有信心能赢过我们，那我们就跟他玩点刺激的。不知道王大队长敢不敢玩，我们赌点大的。好啊，我就喜欢玩大的。怎么个大法？就像你说的，我们赌上所有的钱，另外再加上自己的手脚，谁最后输了，谁就把手脚给剁下。你要是不敢，现在就从我们两个面前立刻滚蛋。我不是不敢，是怕二位太君没了手脚，不能给我敬礼。不敢！竟敢侮辱我们帝国军，我看你是不想活了！哎呀，大家快来看看吧！啊，看看吧，太君急眼了，下了大赌注，现在想把说出的话给收回去呀！快来看看，快来看看啊！这真是太没毒品了，你们日本军人怎么能这样呢？大家快给评评理呀！好。今天我们就跟你王班德好好的赌一把。嗯，小野将军，您请看。嗯，这么说，李保乐被八路处决了？可不是嘛，我的人是在郊外找到了这身军装，那是一地的血呀，尸首都被野狗给吃了，连个全尸都没留下来，就剩下这身衣服裤子了。而且八路在这身军装上还专门留了个字条，上面说什么“这就是当汉奸的下场”。小野将军，你可得给我做主啊！我的兄弟们跟着你打八路，现在是死的死，伤的伤啊！我真是连我最贴身的人，现在都被八路给打死了呀！我一个大队现在没剩几个人了，我这字条在哪里？字条在这儿呢。小野将军，我兄弟老家在玉屏，他唯一的心愿就是想带着他死去的家人一起埋在那里。看在我为您鞍前马后的份上，您能不能允许我把他们的坟都迁走啊？可以，你可以回去了。谢谢将军阁下，我替保乐兄弟，我替他祖宗十八代，我谢谢您。可是我这个兄弟家里人死的太多了，他七大姑八大姨好几十口子人呢，你能不能允许我用卡车把他们的尸首都运走啊？好好好好，你尽管去办就是了，不要再啰嗦了。好好好好，我谢谢将军阁下。兄弟啊，谢谢太君啊，谢谢小野将军啊，你做鬼都要记着小野将军的、啊、兄弟。快点儿！我说八路兄弟，咱能不能歇会儿？
我实在走不动了。不行，要想休息的话，得翻过前面那道梁子。啊？这里弯曲。啥？这不都是你们八路的地盘吗？怎么还不安全啊？我说你们八路可真够能藏的，怪不得我们和太君找不到你们啊！原来你们……不对，是鬼子，是该死的小鬼子找不到你们。你们隐蔽的真好，真好。行了，你别啰嗦了，快跟我走吧。我们是不是跟丢了？不，他们之前就在这里，而且在此处还有过短暂的停留。你怎么知道？这个方向，走。请下注。三颗，五颗，六颗，开牌。六颗，太君胜。请下注。七颗，五颗，五颗，五颗，太君胜。我们又赢了。是啊，这是啊，请下注。没什么资本了，只剩下你的手和脚了。愿赌服输，我就不玩了。八嘎，必须把你的手脚压上。不是，太君，是你们说的要赌上自己的手脚，我可没答应啊。八嘎，不管你答不答应，这一局都得把手脚压上，这是命令。这，太君，这不是耍赖皮吗？啊？又不是上战场打仗，这怎么跟命令扯上关系呢？告诉你，既然伤了赌注，没有回旋余地，都要把你的手脚压上。这话听着有点别扭。如果这局我赢了呢？你输的钱我们通通还给你。什么？啊，这就完了？你们不是说好了，谁输了就剁下谁的一只手和一只脚吗？怎么个意思？我输了就剁我的，你们输了还我钱就完了，这太不公平了吧。这要是传出去，大日本皇军的名声还往哪儿搁呀？你们大家可不能出去说日本军人都是无赖啊，这大日本皇军的脸面可就丢大了。好，我们要是输了也剁下手脚。哎呀，大家伙可都听到了，是太君他们说自己要剁手脚的，我可没有让他们剁啊，我没有吧？啊，太君，八哥，太君自己说的，先赢了我们再说这样的话。哎呀，不带急眼的，不带急眼的，我赌，我赌还不行吗？啊，我赌，我赌。
可。对，岂可？你还在犹豫什么？说话！六哥。哼，别以为这还是麻将，运气不会总跟着你王班德。开牌。不要再等了，我看你这一回还能有什么手段。给我开牌。你们说的对，我还是有点运气的。我开给你们看。我开！没有。这钱怎么回事啊？这是？两位太君，你们输了。不对，不对！你在耍诈！把那只手也拿上来！把那只手也拿上来！打开，给我打开！哎呀，这么多呀！每人六颗子弹，这个数目可是没错的。我再说一遍，你们输了。我想知道两位太君是用刀呢，还是用其他什么器具？需不需要我去买来送给你们？哎呀，好了，没什么可看的了，都散了，赌局结束了，都散了啊！散了。当然了，我知道两位太君都是有身份、有脸面的人，啊，剁下这手脚那是万万不能的。但如果能把我输的尽数都还给我，再加上你们箱子里面所有的钱呢，这赌局咱们到此为止，也不是不可以的。毕竟我说过，两位太君留着手脚，还可以给我敬礼。你们说呢？你。好吧，两位太君接下来该做什么，应该很明白吧？这就对了，啊，承让啊。不好意思，这些钱我可就都拿走了啊。二位太君再见。撒尤那拉。为什么出入这种场合非得穿成这样？行了，别说风凉话了。好，那就说点正经的。得手没有？十分钟之后他们必死无疑。十分钟？你给他们下的什么毒？怎么还带准点的？能管用吗？我自己配置的，早试验过，绝无闪失。哎呀，真是应了那句老话了，
最多不过妇人心，以后我可不敢得罪你，不定哪天就一觉睡过去了。你早就得罪我了。你说什么呢？我啥时候又得罪你了？啊啊！哎呀，我肚子疼。行了，正经点，还是赶紧走吧你。走。这王班德究竟什么来路？居然能把我们两个人给赢了。不管他是什么人，我都不会放过他。我要挽回失去的尊严。对，我们不能就这样回去，我们一定要把这怎么了？赶春去，你怎么了？赶巡查的人全部都能控制住吗？查洛早就成为了督察，六零星人群太多，我们不可能全部知道他们的身份。也就是说，敌国军官被人投毒致死，你们却找不到凶手是吗？将军阁下，我不要再跟我说那些毫无意义的分析和判断，告诉我什么毒。军医已经查过了，可是他们根本查不出是什么毒药。那就把他拉出去枪毙，还留着他干什么？还告诉我，还有没有其他熟悉的人？案发时在现场。报告将军阁下，王曼德和他妻子在现场。嗯，只是今天出现的？不，他们最近经常出入茶楼。王曼德好赌，总是玩得很晚。案发时他们在做什么？在和两位大佐一起赌博，赢了之后就离开茶楼，回到了王府。我们一直跟在他们身后，直到茶楼出事，我们就赶了过去。不可能是他们下的毒。不要下这种结论。你凭什么做此判断？报告将军阁下，他们从始至终没有靠近过东条后岩和冈村无耻两位大佐。嗯。将军阁下，德国党卫军冯迪特里士上校就要来我们这里参观，并且要和两位细菌专家见面。他们突然身亡，我们该怎么办？现在你跟我说这种话还有什么用？我能让他们复活吗？跟他说实话。嗨，坂田君，秋季公事马上就要开始了，你什么时候才能给我送回我想要的情报？是他们。果然是李宝乐。我们已经深入八路腹地很久了，一个八路的影子都没有见到，跟他们有意义吗？李宝乐既然在这儿，证明新兵贵和王班德全是内奸。杀伤，我们会奔向同一个胜利。
让生命呼啸吧，最亮的号角，让热血聚集最强的风暴，让刺刀闪耀吧，最快的锋芒，让烈火吞噬掉，融化掉敌人的疯狂，让旗帜飘扬吧，最红的海洋，让信仰给我最强的力量，让子弹穿透每一个幸运 者，让铁血告诉你，这是英雄的国家。破晓的曙光，向前冲，向前冲，兄弟，兄弟，没什么，没什么担心，就算是倒在不同沙场，我们会奔向同一个胜利。让生命呼啸吧，最亮的号角，让热血聚集最强的